国际消息，国际刑警龙志强督察成功破获了一起十分罕见的毒品走私案件。根据警方的初步估计，按照缴获的毒品价值计算，该案的涉案价值已经高达3500万以上。我们为这桩毒品案的破获感到十分欣慰，广大市民也十分关心此案的侦破过程，警方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。哎，姐夫，姐夫，这不简单呐！哎，今天就住这儿吧，明天我们一起出去，好久没在一起玩了。今天晚上喝这个怎么样？好好好好好，哇，好香啊！好久没有尝到你的手艺了。妹妹烧退了没有？还有一点点，让她睡吧，晚一点我再煲点粥给她。啊，我还有菜要烧。你起来了？你怎么下来了？你还在发烧呢。别太过杯子，快点下来吃饭啊。知道了。Thank you.
准备，一、二、三，再来一次，一、二、三。你爸爸已经死，你没有亲戚，只剩下我。我是你，你爸爸已经死。不是我妈妈，我爸爸没死。你没有爸爸，我是你妈妈，我是你妈妈。这个女孩的意志力很强。可是我已经把脉冲调得很强了。调到九。我担心再增加的话会伤到她的大脑。如果你不能清除她的记忆，我杀了你。你不是我爸爸，我爸爸没死。你没有亲戚，只剩下我哥。我是你妈妈。睡醒之后，妈妈给你上课。嗯，上什么课呀？妈妈会教你一种学了之后就没人敢欺负你的东西。好。儿子，你从国外回来，在公安局工作五六年了，立了不少功，上级很看好你。现在派你出国，跟国际刑警合作，去执行重要的任务。谢谢首长。15年前。一位叫做龙志强的国际刑警侦破了一宗跨国毒品大案，可是后来他全家在美国遭遇到了极大的不幸。王警官，你约的那个人来了。我们真的要找个老古董出来吗？他15年前受伤隐退之后就什么都没做过，肯定什么都不知道啊。他以前很厉害的，要不是玫瑰夫人让他的家庭惨变，他现在可能是国际警方的高层，你我的上司。但是私人恩怨不会影响工作吗？对龙志强来说不会。强哥，叫我阿强可以了。不行，你是前辈，我爸之前跟你是同事。这是小皮，我搭档。强哥，你爸爸是国际刑警的大人物，我差着远呢。他对你有很高的评价。你们人手很缺吗？怎么会想起我这个老爷车了？这一年来，世界各地发生了很多无头公案，盗取情报、暗杀、抢劫艺术品和古董，黑吃黑，每次计划都很精妙，就跟玫瑰夫人15年前的手法一样。三嫂，今天的咖啡很香哦。是啊，多喝几杯。不要让我碰到，任凭你怎么变化，我用鼻子都能闻出他们的味道。吹牛也太夸张了，你会相信吗？神经啊，她是我们茶水皇后三嫂。不要过去。他们的易容术退步了，颜色都不对。小心人家告你性侵犯呢。这杯咖啡啊，里面一定有毒，我们要是不喝，它就会引爆身上的炸弹，我们这里的人全死了。知道了。我也想活命啊。做什么？我的皮肤是真的，掀不掉的，你看啊。没事吧？没事。你的身手和警觉性完全没有退步，可是我们不会让敌人那么轻易就进来的。贾丹，她是我们的女探员，特别来试验你的。小皮，放录像。哦。我们在你进入这个房间之前，已经扫描过你3次了。第一次扫描是表层，确定了你没带武器。第2次是浅皮层，看看你有没有在皮肤下面被置入什么
晶片之类的东西。第三次是……行了，知道了。我们可以分析到你的肠胃情况，昨晚吃过什么？你曾经消化过猪扒饭、意大利粉，还有海南鸡饭。你之所以胖，是这个原因。那我现在通过考试了没有？我代表警方欢迎你。好，我就跟你合作。两位大侠，打完了没？打完进来看片行不？这里就是从未露面的暴力哥的基地，而这五个就是世界级的大毒贩，有台湾的铁狼、美国的基米仔、日本的加藤、泰国的虎娘，还有荷兰的亨利，他们已经结拜了，组成联盟，威胁全球的黑帮。他们联盟，南美的毒贩一定很不高兴。我们的情报说，南美的毒贩雇了玫瑰的人来对付他们。我们本来想用他们来做饵，引诱玫瑰出来，可是他们听到了风声，全都躲起来了。明天我要去台湾开国际刑警会议，香港的事情，我想请你来负责。可以啊，不过我有个要求。请说。重开档案，找我失踪的女儿。你真的相信她还没死？骨肉连心，这十五年来，我感觉她还活着。你在那里动手，事成之后赶回学校，你自己小心一点啊，拜拜。这边请。小姐，这就是你预定的衣服。好的，谢谢。加斯天比高大楼，你就扮成应招女郎上去，吉米会在那里等你，15分钟之内要杀了他，他有很多保镖的，小心点，拜拜。塞琳娜，今晚深夜六本木加藤的拳馆，他是一个拳击高手，每个礼拜都会在那里训练。解决他，事成之后返回基地，我给你庆祝生日，小心点，拜拜。
的礼物呢？哇，这个礼物我很喜欢，上来宝贝儿。快乐，先吃你，还是先吃蛋糕呢？你打赢我，才有的吃。打赢你，来！你都说了，打赢我才有的吃。啊，我喜欢。你死的，把死人照片给我拆下来。是。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住手！你给我滚出去！你好大的胆子！我在外面放了话，说不准拜老马的，你这是不给面子！还有种设这个灵堂？我是他妻子，为什么不能给他设灵？给面子，那就用吧。
扣三个头，你自己扣吧。谢谢你，你这个王八蛋！去死吧！小姐，我看到你的脸，我知道自己活不了了，但我不怪你。你替先夫报了仇已经是大恩大德，但我求你放过我的两个小孩，他们还太小，他们不会揭发你的。要杀就杀我一个吧。回来的，半夜。可是我两点钟睡的时候，你还没有在啊。我两点半才翻墙回来。什么帅哥值得你爬墙啊？少管我。昨晚你哭了？没有啊。昨晚我睡得很甜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常常晚上做梦，吵得我不能入睡。昨晚你回来迟了，又没有做梦，所以我睡得很甜啊。好了，不跟你聊了，我要迟到，我先走啊。好。我的身体嘛，还可以，还可以继续教书。要多保重。教授早。文静你好，来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阿森。我是文静。你好。他是国际刑警，这次到这开会顺便来看看我，是我最好的学生之一。哇，国际刑警真的好酷啊。你们去年抓了炸莫斯科地铁站的那些恐怖分子，听说连上届世界杯的保安都是你们负责的，真的好厉害啊。你对我行业蛮了解的啊。对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有什么事情可以找我。好啊，我去上课了，不说了，拜拜。这是个好女孩子啊，谁要是找到她，那是她的福分。
强哥，铁狼被一个蒙面的女杀手杀了，活着的人没看清楚他的脸，只知道他的身世很好。玫瑰训练出来的人做事的手法一贯是这样，这次有点不一样。太仁慈了，他只杀了两个人，其他的人都是手和脚中枪，他是刻意不伤人命的。我在现场找到一块有血渍的布，可能是女杀手的，我会拿去做 DNA 比对。关键的目击者马太太却什么都不愿意说。这个女人为她老公报了仇，又没杀她，她当然不说了。哦，还有，美国的揭秘仔和日本的加藤在同一时间被杀。如果玫瑰知道她的杀手留下证据，她一定会杀老马全家的。等我安排好孩子的事，尽快过来。你怎么还会有孩子呢？我收养了一个孩子，十几年都是她陪着我，很大了。喂，小子，把球拿过来。我不是小子，我叫恩珠。哼，哟，不错嘛，啊，不过跟我们校冠军队比起来还差很多哦。是啊，是啊，看不出来啊，看不出来。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怎么欺负女孩子？她是女孩。打半场了。好啊，三打三，谁愿意跟她一起啊？不用了，算了，我一个人打你们五个。跟你说了多少次不要惹是生非，出事怎么办？我会保护好自己的。我说怕人家有事啊，把人家打进医院，还是你老爸倒霉。我也不想惹事，是他们先惹我的。猪耳朵，下次再惹事不许你吃饭。下次？那现在能吃了？先看成绩表。老师说还没有。老师给我打电话了，拿出来吧。如果不向你要啊，你就会说学校着火，全都烧光了。老爸，昨天学校真有火警。油也是你放的。哎，你每天上学都在干什么呢？老师生病，中气不足，我都听不懂他讲什么了。我，好，先吃饭，一会儿再骂你。免得我生气吃不下。好，老爸。脚放下来。哦。老爸，吃饭。嗯。满江红还想吃肉？
出去吃吧。好哎，老爸，我们吃牛排好不好？我要去台湾几天，你在家乖一点啊。嗯。夏风，我知道你在台湾受了伤，我很担心，你没事吧？别担心，我没事。有没有留下痕迹？这个问题很快就会有答案的。国际刑警早晚抓到你，到时候不要连累我们了。我刚刚在日本做完事回来，见到这把刀很漂亮，我特地买给你的，喜不喜欢啊？哼，我一向都不喜欢用刀，你送给别人吧。上次的任务大家都完成了，辛苦了。钱我已经收到了，每人的100万美金，我会汇到你们瑞士的账户。小凤，你犯了个严重的错误，你太心软了。你知不知道你应该将那三母子都杀了？我知错了吗？有奖就有罚，你犯的错是会害到其他人的。你的100万美金要平均分给他们，你服不服？嗯。国际刑警已经注意到我们了。多谢你了。谁呀？黑龙。妈妈派你来的。我不用你，我自己能搞定。妈妈派我帮你，清除后患。真的不可以放过那三母子了。如果白蛇来，他们死得更难看。我答应你，他们不会死得太痛苦。你走。可是我没选择。走啊！我只想让你知道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。你回来了，真是神出鬼没啊！我有事回香港了。回来也不开灯，你想吓死人呐？今晚是突击考试，要在2个小时之内穿过这个迷宫。5分钟之后，就有一队雇佣兵追杀你。谁要是落在他们手里，比死都难受。好了，出发了。
近。来找教授啊。我正在办一件案子，会在台湾多留几天，所以就抽空过来看他。什么案子？有一个黑帮老大出殡，他的仇家来捣乱，结果被一个蒙面的女杀手杀了，杀手逃掉了。报纸也在说这件事，有没有线索？教授呢？他有点不舒服，所以在宿舍休息。他以前很照顾我，就像父亲一样。有你这样的学生，他真有福。我只希望他好啊。我要上课了，下次再聊。文静，我知道你喜欢犯罪学，这些是新出的探员回忆录，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案件，你应该会喜欢。过两天有时间的话，我请你吃饭，就当谢你。好啊，我等你。拜。拜。喂，长官。哎，小皮，怎么样？比对结果出来了，跟强哥15年前失踪的女儿一样。这强哥知道了吗？强哥在忙啊。哎，找补习老师啊？我女儿成绩不好，再不找人补习的话就要留级了。我帮她补习就行。哼，谢了。找我有事吗？哦，台湾灵堂女杀手留下的 DNA 比对报告出来了，吻合的只有一个，跟你15年前失踪的女儿 DNA 一模一样。马上给我订机票去台湾。王警官早知道你会着急，早就帮你订了机票。你来了，马太太跟她的孩子们都在里面，很安全。马太太，小孩子怎么样了？他那天受了惊吓，现在在发烧。他让我想起了15年前，我的女儿被杀手接走的那个晚上。他也是在发高烧。我15年前。跟国际刑警合作查案，主要对付跨国毒品集团玫瑰夫人这个特务集团，接了一宗生意，是运送大批海洛因进入中国国境。我把这批毒品接了下来，我立了大功。一个月后我去美国探亲，玫瑰夫人亲自带着人到我太太的娘家，杀了我太太，跟我岳母一家。我中枪没死，可是他们带走了我最爱的，我10岁大的女儿。15年来，我放弃了事业，到处找，却没有结果。生日快乐。可是他们告诉我，那个女杀手的 DNA 跟我失踪的女儿一样。你也有孩子，你会明白我的感受。我也知道你心存感激，不会出卖那个救了你的杀手，这是人之常情。我只想见我失散的女儿一面，请你成全我，我跟我自己的家人都会感激不尽。
警官，这个量太大了，要花很多时间来核对的。那你还在这废话，快去找啊，快去去。喂，小皮。嗨。拼图和真人照比对怎么样了？我们已经在用超级计算机24小时在核对了，但是你知不知道啊，全世界20多岁的华人女孩跟那张拼图相似的有多少人呢？那你继续，最好在我回来之前有结果。哦，长官，结果已经出来了，大概是3000万。3000万，要我死啊。妈妈，台湾那边传过来一段录像。龙志强，你真的还没死，冤家路窄。妈，让我去。不用，我还有更好的人选。小姐，这就是你预定的衣服。好的，谢谢。嗨，美女，我这件衣服好不好看呢？很配你啊，姐妹。我叫亨利啊，你叫？哦，我叫艾菲啊。哦，亨利，你是？我是吉米的好兄弟。有没有什么进展和新的发现？我想应该快了，你看王警官都发呆半天了。为什么？他在看女杀手的拼图。那是我女儿的拼图。喂，以我的分析能力来看，你很大可能会成为王警官的岳父。以我的感觉，我可能是你老爸。爸爸，我说真的，你快看他那个痴迷的样子。真的是他吗？你说他见过我女儿没有啊？那谁知道啊？去问他。哎，没用的，这王警官的口风堪比保险柜，撬是撬不开的。那好，我先回家了。嗯，出来这么久啊，小女儿一定是闯了很多祸，有事打给我吧。哦，强哥，我什么时候去你家帮你女儿补习啊？已经请了。请人了？哪个补习老师啊？我回来了，老爸，补习老师来了。好啊，你不用管我，我去做饭，你要好好补习吧。今天有什么菜啊？你最喜欢吃的鸡腿，啊，看。鸡腿呀、啊！哎，我老爸胖不胖？这个呢不叫胖，这叫壮啊！哎呀，你太客气了，老师，他那么胖又那么爱吃。不过他的功夫可是你想不到的一流呢。是吗？我的功夫就是他教的。安珠，刘老师在这吃饭吧。不用了，真的不用了，你们吃吧。没关系了，老师，只是多一双筷子了。我真的吃过了，真的。老爸，老师同意了。好啊。来，尝尝我的手艺。
今天这些菜可是我妈最拿手的菜了，相信你吃完你不会想二回。她是不是我女儿呢？如果不是，我当她是，她先下手，那我死定了。如果我当她不是，一刀杀了她，才发现是，那我就更死定了。怎么办呢？老师啊，但其实呢，他只会做这两个菜，其他的菜就根本没办法吃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平常我想吃个汉堡，他就是不让。菩萨保佑。老师，吃饭看电视不影响你吧？不会。有些人啊，喜欢吃饭看电视，我就喜欢看录像。老师，老爸，你是谁？为什么我会经常梦见你？我是你爸爸。你不要过来，不要逼我伤害他。老爸。干什么你？老爸，老师是不是姐姐？喂，你回来就好了。刚想通知你，杀手的照片出来了，这就是。哇，你怎么跟王警官看到照片的表情一模一样啊？强哥，我刚要找你。你究竟知道了什么？你冷静点，你冷静点，冷静！你是不是见过我女儿？你隐瞒了什么呀？冷静！我在台北母校见过一个叫文静的女孩，跟拼图很像。那你为什么不早说？我是想告诉你，可是我有点犹豫。为什么？我喜欢她，我怕她万一不是，而我们采取行动。会伤害他，行动成不成功我也无所谓，我只想找回我的女儿。他刚才翻车补习老师到我家，我想他是接到命令来杀我的，可是他看到了15年前他生日会的录像，好像记起了什么，就走了。他就那样走了，那他肯定知道我们还会去找他。那会怎么样？他可能回到台湾，那是他隐藏身份的地方。
回来还能去哪儿？你已经暴露了身份，妈妈不会放过你的。你跟他这么久，应该很清楚他做事的手法。这次我不知道他会派多少人来杀你。总之，妈妈想除掉的人，很难有跑得掉的。还有，艾菲被人杀了，听说是泰国的虎娘跟荷兰的亨利做的。我们走。去哪里呀？有东西给你看。走啊！这次没能杀了他，玫瑰夫人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他现在逃脱了，要怎么样才能引他出来呢？找他最爱的人，威胁他。这一次，我想用你来做诱饵。只要他一出现，说不定就会说出玫瑰的基地在哪儿。神经病，要我出去到处逛，就说出现吧，出现吧，就这样子。我们会在你的身体里植入芯片，用 GPS 来跟踪。那芯片是在哪里？一个你看不见、摸得到的地方。我看不见。啊，你不要乱想，脖子后面。那我要全身麻醉啊，我最怕打针了。你干什么？痛不痛啊？一点点。哦。什么时候去医院？其实芯片已经打进你身体里面了。啊，这么快？现在科学也真发达啊。喂，我是龙慧珠的班主任，他打伤了三个同学，人家要报警了。这么严重啊？快点来学校一趟吧。好好好，好的。什么事啊？恩珠在学校打架，打伤了三个同学，现在要见家长，要不然就报警。那我先回去了。
反正你们可以侦测到我的。抓我吧，抓我吧！逛了一天都没人来抓我，什么垃圾计划？我回来了。现在学乖了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叫你不要打架，你偏不听。好了，现在学校要报警，你准备坐牢吧。装什么装啊？打架被打成哑巴了吗？停！啊，嗯。老板，后面！终于出现了！叫你不要过来吧，偏不听。好久不见了，你没怎么变。你也没怎么变啊，你一定整了很多次容啊，越来越像我老娘了。喂，王警官，龙志强的全球卫星定位被人干扰了，收不到信号。那我们的计划成功了，玫瑰用龙志强引文静回巢，快点追踪他，就知道玫瑰的基地在哪里，不然就会有危险。收到。不要回头。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，你老实回答，不然我就杀了你。除了内部机密有关你个人的，我都可以说。龙志强是不是我爸爸？你的血液 DNA 跟他15年前失踪的女儿完全一样。不可能。你记得15年前发生过的事情吗？我想你是被洗脑了。你千万不要让龙志强对付玫瑰夫人，他会没命的。文静，请你跟国际警方合作，戴罪立功，可以当污点证人，这样可以减刑。玫瑰想杀你，铁狼的老大暴力哥也想找你报仇，你一个人应付不了。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我？因为我喜欢你。别跟着我。等你的女儿来救你，我让你们一家团聚。出去记者戴头盔，小心让雷劈。饿你个四五天，看你还有力气骂我。老爸，我好怕。老爸也怕呀，可是你要告诉自己，害怕是没有用的，所以你就不用害怕了。饿你好几天行吗？你看我这身材，有很多储备，当然成了。我没你那么多储备。那就叫外卖吧，汉堡啊，披萨呀、啊，广告不是说多远他们都送吗？无聊。明知道无聊还说，无聊。
我们已经追踪到了先前被干扰的信号。龙志强的信号显示他现在在南部的小岛上，狙击队已经准备好了，出发！一百。你在这干嘛？试试坐你的位子啊。就凭你，下辈子都没资格。啊，没有吗？下来。哎，守卫，他们都放长假了，是我放的。你很久都没有见到你的暴力哥了。亨利，哎，玫瑰表妹，佳明哥来找你了。你敢出卖我？出卖你？那又能怎么着？我们一帮儿女，哪一个的父母不是死在你手里？当年你也是出卖了自己的妈妈才可以坐到这个位子上。不过你命不好，被他弄伤了你的脚，现在变成了瘸跛子。哎，怎么吹牛都不会吹了？告诉人家你生了这么多的子女，你怎么身材一点都没变呢？啊，你以为是以后啊？好了，康丽，虎娘，啊，动手！妈，小心！我啊！15年。难道我不知道你拐杖里藏的枪吗？子弹呢，早就被我全都拿出来了。世界上最可怕的杀手头目也都不过如此，还好意思到处跟别人说自己训练出来的子女有多么多么厉害。你看看那个艾菲，不堪一击啊！还是塞琳娜有眼力，一见到我就知道我有前途，跟我走了。我也是收钱做事嘛，你找付钱的那个咯。你为了那么一点点钱害死我的兄弟，我不把你的皮扒了以后怎么出来混呢？彩琳呢，扒他皮。妈，你戒烟了？会了，你真以为这是送外卖的？
阿森他们来了吗？他们还没到，不过我师姐塞琳娜出卖了玫瑰，投靠了恶人暴力哥，带了不少人来。来，老爸，你用。你用吧，你爸爸还行。 警察来了，暴力哥，我们走小路，他们一定追不上。走走走走走，上！暴力哥，就是他杀了铁狼。我还在想少杀了一个仇人不过瘾。 一人五百块，替我杀了他们！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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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滚！哎！看什么？要我上啊？我想打你很久了，我也一样。什么功夫啊！妇女齐心，齐力断金，妇女拳。老爸，太俗了吧？那叫什么？坑死你功夫！你想坑谁？
不爽啊！妇女齐心啊，老爸，你还讲那个？妇女齐心，坑死你全。强哥，我们到了。宵夜都吃完了，你来干嘛？哎，你那个女儿呢？
我都被你小看，所有的好东西都被你抢走了。我要证明给你看，我比你强。太自我了，你明知道我喜欢黑龙，你还把他抢走，还要让为你去死。我要替黑龙报仇，我没有抢走黑龙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你知道什么是爱情？从小就困在妈的基地里面，没有看过外面的世界。我们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爱情。你对黑龙不过是你一厢情愿，而我知道黑龙是哥哥。我不信。不要开枪，不要。文静，不要。有个人曾经告诉过我他喜欢我，可我不知道应该接受还是拒绝他，因为我不知道什么叫爱情。不过我想我现在知道。我上半生已经被妈妈控制了，我下半生不要在监狱里面度过。别动！清理现场。收到。文静，我刚刚听你说是接受我了吗？嗯，也许吧。3-0，龙家全胜。4-0。他还算不上龙家的人。抓我吧。我会向法官求情，替你减刑。无论多久我都等你。